而本地嘅銀牌足球賽展開啦，首圈首回合，天水圍飛馬主場俾傑志逼和1-1啊！要先讚下飛馬過一個嘅李康廉，真係唔攰嘅，多次策動俾完伊達自己走位，台灣香港兩邊飛，為港隊踢完龍騰杯首場趕翻嚟，唔止我讚㗎，麥基都俾手指功啊！呢三個攻擊球員形成百慕達三角，傑志好難追蹤到個波，到伊達傳俾麥基已經入咗啦。開波17分鐘，飛馬開紀錄，銀牌首次踢主客制，飛馬成功營造出主場氣勢。傑志就盡力爭取，分分鐘影響最終勝負嘅作客入球，盧比道過唔到高田受點。上場聯賽大勝港青6-0中入三球嘅羅志坤再顯示過人技術，亦都射出網側。入波啊，全靠飞马自杀式回传，有个线低咗，后备嘅佐迪压住对手大脚眉底入。72分钟，杰志终于攞到作客入球啦。同样系门楣姐李康廉就拆眉出界，临尾有陈文辉被逐嘅杰志，结果保住1-1。星期四主场踢第二回合。